大家好，我是 Trisha， 欢迎回来。最近的天气终于渐渐暖和咯，我们的美甲也可以换上春装了呢。这次做了我超喜欢的花花美甲，还用到了好看的亮片。这次的美甲不需要任何手绘技巧，新手小白也可以放心冲哦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赶紧开始吧。